谈一下，让你们听听看啊，这把贝斯真的，我得把贝斯把重新拿出来整理了 ，OK？ 啊，你出力非常大。这里放了一个 flat round 的弦，所以不一定适合 slap 的声音，比较闷一点。弦距已经最低了 ，OK， 我已经把它调到有一点点打弦，一点点。那有点真的有点 acoustics， 因为对我来讲太重了啊。反正我现在都用五头吉他 ，OK， 五头 bass， 那这有一把。OK， 现在都用木头 bass 了啦，这个才比较，这个才叫做 bass 对，而且六弦的，六弦更重。好，让给有需要的人。Harmonic， beautiful。